你看呢？你看，永远就这样。OK， 转盘。我发现楼梯那么小。你吸东西的话，也是等于有个膜在下面的，或者就这样的。我就是没有东西，我就放。好，整了整了。是吧？整了。我现在动一下，进入快上去，是吧？可以了。好。好像这个温度，哎，可以了，温度已经够了。对。